YouTube 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按下点赞和订阅的按钮。早改回来了，你们预玩家吧。扫射，开扫射的时候规避所有100%的远程弹道，除非你有金箍棒这种道具。说过了呀，很多遍了呀。直播这个行业竞争很大的。
翻译。我觉得还没有那种就是。下场被炸了。
啊！我操，看不出来。金光火柳大了，不想打了，走了，别跟对面送的有来有回的。中队中队，他妈的，动都动不了，操！
刚刚躲一下，人马来了，有跳到，人马有跳，我在看视野。中路高地，中路高地。
啊！别！别打他！我都没打，你打他！我操！能不补肯定不补啊，干嘛要反我队友呢？但是他要是踢的晚没有微光，那我肯定 A 死他，你信不信？流什么？流畅，是吧？哎呦我的妈呀，真的难玩啊！